小翠，我想到你在放屁，太有我前世的压迫，太远了吧？那你叫我出来帮你讲这段话，叫后面给我扛扛刀。只有我可以叫他走，没有我可以叫他走。小翠，你才是我的丫鬟，我是你主子，你在他骑在我头上来啊！你真的两个都过。你也是啦，挺棒的，不要爬到头上就好。你几岁人呐？我不要爬你头上。他们两个吵架的点很怪的。学姐，以前不是我造型早就那个了。谁管那个啊？谁跟你们一个动作不在做东西？自认双方前世今生的关系，后面这个对，我什么关系？后面这个应该是我前世的丫鬟。丫鬟，你是前，你连张嘴巴都不饶人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我前世的丫鬟，之前说我跟她结缘，应该是在十多年前，我跟她结了缘。十多年啊，十多年前，在我还最单纯的时候。她看过最单纯的时候，那时候跟她结缘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啊早年在那个我十六岁在我爱黑社会里面。哦，这个啊。这个人您是同僚，同啊，对对对对，同梯的。那他其实他应该是比我前面，但是他对我就是百般照顾。哎呦，啊，就是学姐啦。他就一刚刚耳提面命叫我一定要讲这个。他说，他说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曾经在录个节目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被那个主持人整，那个主持人叫我说叫我滚呐，叫我滚呐。哎，他。他很够义气，所以我会觉得他是我上辈子的跟我很像，就是因为他蛮够义气的。他够义气，他就说他走我也要走。他说我要走，因为这不公平嘛，所以我就记得他这个是记得很清楚。他挺你，对，要走两个一起走。而且重点是他的个性其实跟我有某部分有点像，但排除到他的瓜噪以外，他是等一下，我刚好听错吗？瓜噪了，他的瓜噪是很高分辨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前世今生都被破散了。绝对不能说人家是刮噪，他是声音破格。好嘞，好听，他那个好听了。破格了。我必须先说前面这位强强小姐，你知道她误会了。嗯，怎么说？基本上呢，她才是我前世的丫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。那个时候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黑人叫你走的时候，忽然脑海中出现一声小翠，我想到你在放屁，我前世的丫鬟。你才是我的丫鬟，我是你主子，你在他骑在我头上来啊！你真的两个都很过。爬，我还刚刚替你担心的，我就爬了。好，两位。哇塞！哇哦！看呀！哎呦！是八宝的口音，摇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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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宝的口音，摇嘞摇嘞，南宝的口音，摇嘞摇嘞。音乐插播，看他脱掉上衣。音乐插播，看他脱掉上衣。朋友一切知道没？这个单位不太欢迎小气鬼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。今天晚上就算有家也不用回。八二年的拉菲斯牛肉配上松露，你笑我世俗，我也不要空腹。一条的账单签个名我都付，从此都街口一路玩到中孝东路。年轻人的小费都往口袋塞，不懂太嗨，小气鬼在角落打电话应付太太。最好早点回家，这条狗太乖。就算才去的台北，带着纯金的项链，看我阳性的小姐辣财妹。就算才去的台北，带着纯金的项链，帮我排亲的小姐尬台妹，尬台妹，辣台妹，要得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呜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要得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要得，八boy靠一，要得，要得。中部的口音，摇嘞摇嘞，南部的口音，摇嘞摇嘞。音乐插播，看他脱掉上衣。音乐插播，看他脱掉上衣。他是，我们不说价，说价。你敢玩再坐下，都坐下。给我一盘下，看我荧光你们衣服全部都脱下。这个晚上我们不讲人情，最好只想见金，我们美玉如云。
等到早上才知道实在不行，全部都狂到底，就让我来处理。最热情的加一三加九是香精，为了泡沫我要继续再开几支香槟，快点喝到上一三八迷人香气，把钱偷偷都给你，别再说你爸生病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辣拍妹。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，新的小姐辣拍妹。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聊得辣台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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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聊得辣台妹，辣台妹，一起发疯的口音，有嘞有嘞，中国的口音，有嘞有嘞，南方的口音，有嘞有嘞，音乐插播，看他脱掉上衣。音乐插播，看看脱掉上衣。哎呦！哎，成功！我跟你讲哦，找到瑶瑶表演的东西，因为他 rap 就好了 ，rap 可以吗？不要唱歌了，对啊 ，rap 没有旋律嘛，对呀，对。对，而且你拍子是拍子是对的 ，OK， 节奏很好啊，节奏很好，我觉得很成功，没问题啊，我真的没失误，完全没有。哎，好，希望他们再表演一次，然后会变冷静。对对对对，那种感觉好像真的两位是过去是姐妹的 feel。哎，个性真的算蛮像的，我跟他其实这个性其实你是蛮直爽的，也蛮实在的一个人。你也是啦，挺棒的。不要爬到头上就好，你几岁的人呐？我不要爬你头上。他们两个吵架的点怪了。学姐，以前不是我们早期早就那个了，谁嘛？